为什么突变团菌只有二级胞呢？突变团菌人类带的都是二级胞，为什么光子会这么设置呢？主要有两个原因。一，其他团菌也是二级胞，突变团菌也是属于团菌的一种，而其他团菌里玩家背的都是二级胞。其实不仅仅是二级胞，连防弹衣头盔都是二级的。突变团菌也是团菌，当然也不能违背这样的原则，所以突变团菌也设置着是二级的。不过突变团菌没有头盔和防弹衣，毕竟也不需要，反正被丧尸抓到都是一下感染。二，二级胞的容量刚刚好。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二级胞的容量刚刚好，如果突变团菌用的是一级胞，那也携带不了多少子弹，就会导致丧尸太强了，人类开枪都畏手畏脚的，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就被丧尸感染了。可如果用的是三级胞，那人类就太强了，可以带更多子弹了，毕竟多50点容量，算到 5.56 子弹的话能多带100发呢。三级胞太强了，一级胞太弱了，只有二级胞刚刚好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我们下期见。